Leo， 欢迎收看《王牌大明星》。幸福的声音，赵永华要跟您度过最浪漫的夜晚。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听到一个故事啊，说有人啊，喊出百万的价格，只为听到赵永华现场唱一下最浪漫的事。但是也有曾经啊，然后说我唱最浪漫的事，他愿意给我200万，比我的咖是更大的嘛。200万，我拒绝，我不去。为什么？对方那是我前女友。哎呦，真是悲惨啊！不过呀，在赵永华离婚之后，再唱这首《最浪漫的事》，会不会太残忍啊？就是有这个使命，要把幸福跟浪漫传送给别人。可是我不一定有这样子很好的 ending。他当然心里面没有任何的恨意，但是只要经过宠物店。只要是宠物店、兽医院，冲进去那个男的，啪啪！没有宪哥，你这样太 over 了啦！与其有恨意，不如让自己过得更好。宪哥，你就帮他介绍几个男生呗。我都陆陆续续会把我一些好朋友带过来。你确定你的朋友都是好的？好的，不好的我不会带到摄影棚。我那一天有带一个来给佩晨验货。他不喜欢胡子太多的张浩哲。黄哲伦啊，把他介绍给黄伯伦，那等于是把他推入火坑。谁难道都没有单身的小开可以介绍了吗？不然赵永华真的很想要有一个小孩耶。如果你真的想要有小孩的话，你要干嘛？四个朋友可以帮你的忙。你不会又要介绍我们 replay 乐团的老师？那你会想说，哎，你看他们四个其实蛮帅的，有味道，生出来小孩会什么样？我们有帮你做了一个电脑合成。不要这样，吓到了。就在这边了，对不对？宝贝，妈咪在唱歌，爸爸在弹琴。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王牌大明星》，我是 Jackie Wu， 我是侯佩岑。哎呀，厉害了，这个哎，佩岑好像最近就要生日了，对不对？哎，是啊。这个就厉害。人生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你知道？是什么？生日那一天，然后呢，自己很喜欢的男生哦，啊，然后在那一天跟你求婚。如果是菜头，那就感觉。为什么突然菜头的名字出现？然后就求婚，然后最浪漫的事。对。但是也有可能是不太浪漫的事，比如因为婚生日那一天刚好是愚人节。糟糕了，对不对？就开玩笑的，蛮高兴这样，那就很奇怪了嘛，对不对？今年有没有收到比较喜欢的生日礼物啊？有啊，好巧哦。是吗？是吗？是我一个很心仪的这个男同事送我的。哎，这个厉害了。而且他非常贴心，他知道我最近正需要一只新的手机。哎呦，是吗？是吗？然后他知道我对高科技的产品很没有研究。那这种人直接嫁给他了。结果他就送我一只最新的白色的 iPhone 手机。Oh my god， 这谁这么贴心啊？是谁？是你，张秀琴，你离开，轮到你当碰碰。是啊，今天我要送给你一个很好的礼物，美好的声音，天籁级的声音，真的。她的歌声啊，应该是所有女歌手当中，我个人来讲觉得最好的一位了。可以疗伤止痛，一见面就先来幸福三部曲。好的，第一首歌《求婚》。求婚。心中到底有多重？
这个人真是奇怪的，那么久没看见你的了吗？跑去哪了你啊？我最近在忙拍戏。拍戏这样？对，了解了了解了，因为那个是对媒体不想讲 OK。 怎么啦？对我什么话都要讲。我们私底下都讲过了。对呀，开玩笑，我等于是你的 family。 Family? You are my father? F-A-M-I-L-Y Father Mother I love you。 真的有 make sense 真的好像是 F-A-M Father and Mother I love you 叫 family。OK， 那我们有听他的一首歌叫《最浪漫的事》啊，那个是必听的歌曲啊，对啊。而且他是什么时候人家会最想听呢？结婚的场合，我自己也觉得很幸福，就是只要有任何欢愉，然后值得庆祝，然后特别快乐的时候，就会有我的歌出现，我就觉得对，然后陪伴着大家。有些歌是适合结婚，有些歌是适合离婚。电流浪。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不如慢些塞没有没有。所以你这个最浪漫的事，我们还听到一个故事啊，说有人啊喊出百万的价格只为听到赵咏华现场唱一下最浪漫的事，他竟然不愿意去。这个很奇怪。哎，我不知道。哎，我不习惯。百万都不去。对，他们是5400人就赶着杀鸡程车过去，对不对？哎，就百万他不去唱啊，怎么会这样呢？因为我觉得第一我不熟，然后我觉得唱这个歌不是一个价码可以去定的。那你为那个男生，我可以跟我的好朋友，比如说曾伟成结婚的时候，我是免费去唱的。哦，对，就是。不想收钱然后去唱这种歌在这样的场合啦，就好朋友免费没问题，但不熟实在有点尴尬。很尴尬，我不认识人家，你只要歌星来唱歌。对，好怪。但是也有曾经啊，是有一位朋友他说，哎，钟宪你愿意，因为当天啊他们两个要结婚，对，两个都我认识的朋友，然后说我唱最浪漫的事，他愿意给我200万。如果我的咖是更大的嘛，200万，我拒绝不去。为什么？对方那是我前女友。我能想象最浪漫，我们能去，我觉得我请回天梦都跟他归功感。少来了，你不要那么多，唱一个也没差。这什么话呢？不过这首歌是真的给好多人好多甜蜜浪漫的憧憬。听歌前啊，我就要来了解一下两位这一生当中一次最浪漫的事。来，你先好了。我看到最浪漫的一幕不是我自己的，是可以。我唱完这首歌之后，有一次我走在路上，有一对白发的夫妻，他们穿着运动服，他们就手牵手散步，然后他们看到我就这样。赵咏华，我们刚刚还在边走边唱最浪漫的事，我整个就马上飙泪了。最浪漫的事，对，那个时候那一刹那间我就了解叫最浪漫啊。其实我觉得要跟这种比起来，我们的事情都不浪漫。怎么说？我觉得看到最浪漫应该是那种路上有那种阿公阿伯，然后到很老很老，不是阿公阿嬷。阿伯跟阿嬷，阿公阿伯跟阿嬷，阿公阿公跟阿嬷手牵手，好浪漫哦！终于出柜了呢。阿公那是会使跟阿伯嘛是互牵嘛，阿嬷跟阿嬷，不是啦，阿嬷跟阿伯啦，阿公跟阿嬷啦，阿都牵这样，有没有两个人安尼到底过马路啊？所以你看，他们两个在感情上面有受到一点创伤。不要以为我们男人就不会受伤，其实很多女人要的只是我们的身体而已。他眼睛瞎了吗？盲包就不能有真爱吗？这什么话？那我们唱一下那个最浪漫的事。你一定要再这样讲完以后我怎么唱？你一定要在那么幸福的时候讲这种。来来，老师来了，最浪漫的事。谢谢。这
在地毯上，轻轻音乐寥寥人往。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我们就是要等那个情绪平复、少年夫妻老来伴、到了老是一个作伴。我们今天、一直在规避那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你个人的问题、个人搞得我们这，我从来没有在访问上面受到那么，我干脆直接就讲出来了，是好不好、你能接受吗？我考虑一下。你说说看。可以了、了不起咱们节目剪掉好了。赵永华离婚了呢，怎么会脏呢？还好 OK 啦。这是多大的反讽、他竟然要唱一首最浪漫的诗。不会啊，也许我是就是有这个使命要把幸福跟浪漫传送给别人、可是我不一定有这样子很好的 ending。 他当然心里面没有任何的恨意，但是只要经过宠物店，只要是宠物店兽医院，冲进去那个男的啪啪，没有了，好恐怖。我到现在看到狗还很开心。小姐你要买狗吗？没有，其实我们现在还是很好的朋友。你们没有孩子？我们没有。我小时候发誓我要生12个，后来长大说6个就好了，但后来反正就没有。没关系，我们还没有的，先玩朋友的。没有，我也是常玩朋友的小孩。如果你真的想要有小孩的话，你要干嘛？我有4个朋友可以帮你的。你不会因为我介绍我们 replay 乐团的老师、那你会想说，你看他们四个其实蛮帅的，有味道，生出来小孩会什么样？我们有帮你做了一个电脑合成，不用这样子吓到了。就在这边了。心态就正确了。对啊，那一天那个牛大可老师来、我跟他合唱了那一首无奈。哎呦天哪，那个这烟尘往事啊都上心头，你知道吗？是哦。而且才下心头又上眉头。可不是你的痛，我们很难接。心头又是上眉头，下了眉头又到了大肠头。后面这一句比较像。对
看着你的往事。好了啦，冷静，来跟你挥手。冷静，回题，回题。可是无奈这首歌算是永华姐那时候流行音乐的第一首，对对，但我要讲的是那时候我在唱民歌，之所以我会愿意去唱民歌是因为在民歌时期的时候我看到了两个 hero， 第一个是周华健，好帅哦，这个普通，然后呢他每天去唱我都坐在台下听，对，我就觉得哎，其实我也很适合唱民歌啊，而且唱民歌应该比一般的打工好赚，后来我又到另外一个西餐厅，我确定我真的要去了，因为另外一个歌手很棒，是谁？一个小时啊，他只唱三首歌，他是在老皮带跟把妹还有调 key， 然后这样子一个小时很好赚，超好赚，这个很棒的歌手叫吴宗宪，所以我就决定我一定要当一个很棒很杰出的民歌手，那民歌哦，就会用吉他弹，就那个黑胡椒牛排就离你很近嘛，对对对对，旁边吃上，结果呢脚踢到谱架，那个 pick 就咻啊，要抓也抓不了，很小嘛，就掉在人家的黑胡椒牛排上，那我看他们刚好在，他们是聚餐嘛，在聊天嘛，我竟然天真的想要用脚去把它勾回来，突然间有点明显哦，突然间最远的那个有一个看到，然后头慢慢好像标兵那个大河之舞，有没有冲冲冲冲一个转回来，转回来，转砰砰砰砰，看到我脚在拉他，差几出来用脸去往高爬起，我跟他解释我的 pick，你确定你还要讲说刚刚民歌餐厅时代有让他影响到吗？等一下，好好来聊一下这个牛大哥老师挖掘你的时候，那先来唱那个好啦，越飞越高。不是你这样不就要 cue 无奈了吗？不然刚那段在干嘛？哦，无奈只是聊一聊。那观众朋友如果他在家里就能知道说啊，他下一首唱无奈就不好看了。说都知道他要休息，哦，他故意要假装，对，那我们来越飞越高，无奈不要硬唱，但是演奏无奈的，你可以好好唱一下无奈给我们听吗？拜托，声音还没有开了，跟他太会唱了，可以带我们回到那个时候的感觉吗？轮到我，你要 cue 我哈，一开始就是你。美丽的承诺是谎言，你给我的笑容也随风逝去，你怎能告诉我深深的恋情已远去，你给我的情梦也了无痕迹，当我是你背影，幸福涌进我的眼里，当你踏出你脚步，沉默回真，请为我说再见。你如何告诉我美丽的承诺是谎言，你给我的笑容也随风逝去，你怎能告诉我深深的恋情已远去，你给我的情梦也了无痕迹。他发片发得比我早，而且我觉得因为无奈真的很好听，真的，结果呢那时候只是一首歌跟牛老师合唱，唱完之后你竟然没有发片，问题一定出在牛老师身上，牛就来了，因为今年是老师的年了，牛年是谁在这边，好不好，你还穿着雪衣来啊，真的耶，牛老师帮你这个做了这首歌那么好，
那为什么就没有发片呢？因为那时候是牛老师的专辑，然后我跟他合唱，我们就上电视了。嗯，然后回隔天回学校就被记大过，所以就不能上电视了。你歌喉，他的声音，上帝已经交代他要为世人服务了。对不对？我也是觉得那是不唱歌你要做什么？对不对？我也不会不唱歌，那不是被跟废人有什么两样？那你们就试一下，其实还蛮优秀的。其实那时候发片就是缓了大概一两年之后。那时候其实我在考虑，我不是真的那么喜欢流行音乐，因为我小时候学声乐。嗯，我的心愿是要到欧洲去当旅行的音乐家。那你那个有没有还记得的曲子啊？声乐的东西，就一般的很容易唱。我说了没有？我因为我很向往旅行，然后到处去演唱，我就觉得那应该是我的职责。嗯，后来我就一个不小心听到了一首歌很棒，我就决定说那我还是唱流行歌曲。哪一首？哪一首？我听到了徐锦淳唱《玫瑰人生》。哎呀，太好了，等一下这个歌也要好好来琢磨一下。先来那一首《越飞越高》。好，又是越飞越高。对对对，太越飞越高，我马上唱两句。专辑的对对对，这一首歌在当年啊，走红的地步啊，已经到皇上连下十二道金牌，叫他回京城来唱。岳飞，岳高。手轻轻地对我 say hello， 感谢你在我最孤独的时候对着微笑，跟着我慢慢摇，忘掉把烦恼，向他说再见，挥挥手把握住一点快乐。这一段呢、啊，你像这种歌，你要怎么样，你知道吗？怎么样？融入舞蹈的表演，你太含蓄了。越飞越高，叶爱玲，叶爱玲，你知道吗？那个有没有？哈，有没有那种脚一翘，他那个腿那么短的？越飞越。ending pose 哦，经常哦，没有赶快出来，他在倒掉。从刚聊到这里到这一刻，你会恨兽医吗？你不会恨兽医。不要，谢谢兽医，让我们有很健康、很活泼的小狗可以。对。那、啊、你们有玩打针游戏吗？这是你无聊。不是你。讲到了那个徐锦淳，对，刚刚说听到他一首《玫瑰人生》，才决定要留在流行乐坛，这个、厉害。对，因为他有兼具了古典的美，然后他又很隽永、所以我听了、那个时候就觉得很感动。你讲的古典的美跟隽永是指这个歌吧？他不会因为时代潮流而觉得晦涩。私底下讲的可不是这样哦。这首歌是张弘毅老师写的嘛？对，你
听说你有那个想法，说你觉得徐锦存唱的并不是特别恰当。其实这不是赵永华自己讲的，是很多人觉得说永华姐唱到张弘毅老师的作品是最佳的诠释人。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唱的比徐锦存好就对了啦，应该这么说啦。各位，一起来看看我们徐锦存小姐今天愿不愿意来到我们现场，两个人做面对面的歌喉战，不是歌喉战，是歌喉歌道观。欢迎徐。没有没有没有，我跟你讲，他真的很厉害，知道我们制作费不允许。那让我把那个节目啊，让他让观众朋友看起来更有变化。好好好，好吧，怎么样？我来唱《玫瑰人》。我们不要，可以不要吗？可以让我们听一下张老师上次跳前嘛？对，挑战徐锦存，好不好？高难度。不要这样说，张弘毅老师作品最佳诠释人。玫瑰人生。多少再见是如何还得起，这许多衷曲，这许多愁绪，为了偿还你，化作红颜的玫瑰，多刺且多情，在荆棘里，你又是该我什么？在某一段前世里，一份牵起，一份怜惜，所以情世里是啊，像刚刚永华姐很隽永，你永远听有不一样的感受。对，而且是每个时期听她唱歌跟听你讲话一样舒服，很舒服。我也很喜欢那声，对呀、啊，好可爱，讲话好诚恳，有没有看到？很有哇、嗯，能不能下次上好变成你来介绍，然后她来唱，哇、哦，那就很不舒服，就很超级不舒服。口水歌翻唱排行榜有一首歌被翻唱的最多遍，让宪哥唱给你听。歌好多人翻唱，刚泽兵嘛。嗯。王牌，你大妈吧。还有一个歌啊，嗯，叫做《希望之歌》。嗯。希望的鸽子。对，希望的鸽子不是唱歌的。这个歌也是一个连续剧的主题曲，也是一个甄华倩、孙欣。对。甄华倩好红，她红到不得了的一个歌。让我们来回味一下《希
希望之歌。这个就是一个很有感觉的东西，有没有？谢谢。当我们一边这个歌在跑的时候，还特别找到这个 MV 在 play。不要，不然那时候很丑。你有演吗？哦，这就有了，有了。真的要播、啊？真的。希望之歌。哎，这个版本没有。天哪，中正纪念堂啊！我的妈。有什么好天哪？反应也太大了。Oh my god！ 还好这不是原版。就一个人在那里瞎很瞎走。是我。Oh my god！请面对，请面对赵永华同学。我不要，我不要，不要！这叫什么？凡走过，必留下痕迹。你看看那头发多可爱呢！可是那年代就这样流行，超流行的。对啊。哦天哪！这是志熙啊。志熙的，然后郑华倩。哎呦，郑华倩，好丑哦！哇。哎，你这个版本现在 KTV 点不到、啊。我自己都没看过。你看这个会有岁月流转的感觉，居然好甜。情绪害羞。中影文化城。我们时间不多了，我们可以卡了吧？啊，没有，我们这个看到结束，一直重播。哎，你唱的是一样的 key 哎。key 都一样啊，哦，这不容易。现在很多歌手啊，经过几年以后，他已经从郭金发，那个费玉清唱到郭金发了，一直降 key， 那很高，越唱因为他本身都是这样子、啊，你的声真的都没变，不错不错不错，哎呀，哇，其实你看那时候的歌曲哦，现在听起来好有味道哦，很有味道，嗯，对，所以你看他这么会唱歌啊，他唱别人歌，人家压力也超红啊，对呀、啊，嗯，怎么说就是把原唱人干掉了，然后又再红一遍，是的，对，口水歌他也出过一些，超多，而且他唱过了口水歌，就是到后来经典口水歌排行榜，哇，真的，你来看一下，有五大排行榜哦，你看他当时唱过《野百合》也有。春天哦，还有哪一首？你把我灌醉，这个你也我没有那个我没有，
哦，这是别人。天天想你。全部的口水歌里面武大的。武大哦，不只是朋友，我也有翻唱过。嗯，我每天爱你多一些。多一些。这一首是张学友后来唱红。哦，这个歌好多人翻唱，刚泽斌嘛。嗯。你没过一天，你没一天的就追着张学友。你没过一天，你没一天的就追着方大同。哎呀，哎呀。你的歌薛凯琪好可怕的观众有吓到我一直想说其实我还没有来上这节目我都一直希望说主持人这个地方可不可以有个音量的开关开关有我们有想要设计过但是难关我这边有切割你干脆聊到就唱了 OK 来来来带来睡觉好太好你却知道我爱你想你愿意恋你深情永不变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专辑吗？你可惜掉你的肢体呢？你做来了吗？不是，你的身体那种味道要出来。你可知道爱你深情永不变？深情永不变。换脚。好难过。对，没有好看呢。而且那个表情有没有？嗯、一定要出来。你是什么猥亵的动作？没有，我跟你讲，你那个味道才有在南洋的感觉。好呀，回国了。没了，好不好？小姐，真的啦，真的要让他有变化嘛。哦，好，过来过来，天天想你啊，天天想你，天天想你也可以是吧？好，也可以是吧？那就 OK 啊，也是。天天想你要改编吗？那 Tango 好了 ，Tango。Tango 啊。天天想你。天天守住一颗心。我跟你讲，没在怕，来唱。没在怕，没在怕。干嘛？啊，来来来来来。侯佩岑急得想放饭，吴宗宪也没好到哪里去。很可爱的，而且他也会唱台语，你知道吗？真的吗？嗯。哦，这个就转得太硬。不错，所以真的是唱将啊、哦！还有黄小琥这一首，不只是朋友、哎、哦，这也很多人很爱唱，厉害厉害，那就也来一下咯。嗯，好吧。你从不知道，我想做的不只是朋友，还想。是朋友，还想有那
哎呀，厉害了！哎，你唱高音的时候那个嘴型太可爱了。哦。你这样讲好像我在夜市摆的那个鸡。要不说有没有？那个好像。是。出气的那个鸡的，有其他的安排打算吗？还可以接受另外一段感情吗？ 我当然随时欢迎啊，如果有不错的人的话、但是结婚这件事其实是有点怕。有条件说吗？我如果有好的朋友我可以介绍给你。好啊好啊，其实我觉得本来就是多一点朋友本来生活就很多。我那天我开心，我都陆陆续续会把我一些好朋友带过来。你确定你的朋友都是好的吗？好的，不好的我不会带到摄影棚。我那一天有带一个来给佩晨验货，他不喜欢胡子太多的张浩哲。我还很久了，黄国伦呢？太脏了，把他介绍给黄国伦，那等于是把他推入火坑。别的主持人怎么混啊？你知道我一结束、大家多开心啊。对啊，又勾追，因为他们在后面，他是很可爱的一个女生，而且他也会唱台语你知道吗？真的吗？哇、这个就转得太硬了。我们在他聊他未来的情感的问题，我们在说他多彩多姿。你看的不是那一首歌吧，而是那 A 后面写的 END 还没放饭你就想 ending 一半。认真一点，好，你聊一下聊台语歌，对，我有尽量啦。没有，你太跳脱。好了好了，你要聊什么？聊男生、我内心里面的一句话，刚跟他聊那么多之后，是我好想听有一首闽南语歌曲。风吹风中假西归，好好听这首《风吹风吹》啦。好，好吧，来，赵永华。有人是无行踪，有人被风笑容，热恋的风吹飘来袂去，想袂到遐风动。伊亲像一阵风，定定无像信用。六月天因阮牵挂，互爱的无情浓。继续回到我们的王牌大明星，耶！